因为疫情停办了两年的投注乡年三十晚正式复办，不少善信预早在黄大仙祠外面排队，准备在子时上投注乡迎接癸卯兔年。有善信带了应节饰物和挥春。今年的安排好，第一批在这里是行人龙，第二批又在那里排队，秩序非常好。我发觉他今次安排得很好，一早已经整好那些马闸，不用那些人混乱。善信的新年愿望都是希望疫情随虎年而去，虎尽甘来。我想问呢， 今年有什么愿望啊？你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系仲有冇其他咧？心想事成嘅。疫情快啲脱离香港。明白，疫情快啲。你今日几点嚟排队啊？两点。两点啊，晏昼两点钟啊。有冇买咗咩嘢去拜黄大仙啊？梗系几柱清香，同埋买个风车咯。系啊，希望唔使戴口罩咯，最好就。希望唔使戴口罩啦。系啦。啊，咁有冇话带咗啲咩嚟即係裝香啊啲啊，有冇製品啊啲啊？製品啊香啦，主要都係清香幾支。清香同埋呢個風車啦。風車係喺度買嘅。喺度買嘅，係啊。即係想振興經濟啊嘛。振興經濟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即係人人有公開。係啊，人人有公開啊，最主要有汗出有糧出。晏晝嚟黃大仙祠參拜嘅善信唔算多，無需實施人流管制。有家長帶埋個仔嚟拜黃大仙，保佑佢前途似錦。我新年愿望就是希望阿仔学业进步，亦都有嚟参观的游客祈求新一年吐气扬眉。希望家人和朋友身体健康，然后还有自己工作顺利。东网记者万嘉琪报道。